我。刘老去世了，我非常悲痛啊，虽然他平日里有些小气，可终归还是个好人嘛。我作为义庄之主，又是族里的长辈，我说句公道话，按照规矩，牛郎不该参加守灵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刘老是因为你而死的，而且他从来没把你当儿子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应该明白呀。大叔，你今天当着众人，当着我爹的面，把话说清楚。要说清楚，恐怕就不大好看了吧。周吉祥，啊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你少管闲事。这哪是闲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周吉祥，你们不能这样对待牛郎。堂哥，我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的公道话嘛。大叔，你是长辈，你说什么我都应该听你的，可你说我不配守灵，我不能接受。不要激动吧，除非你心里有鬼啊。我心里坦荡得很。哎呀，爹呀，爹呀，你这就走了，你都什么还不说明白呀？好多事说不明白，再也说不明白了，爹呀，爹呀，怎么办呢？你爹原来说过的话也算数。爹说了，都是我的，家里全都是我的。哎呀，那就都是你的呗。口说无凭，怎么办呢？我听见过呀，我可以作证啊。刘老没说那口水井的事儿吧？哼，这家当都是大郎的，当
然包括那口水井了。其实啊，我作为义庄之主，我说句公道话啊，刘家这眼水井虽然在刘家后院，可刘家后院的地呢，也是田锦头的地，这个水嘛，应该归全庄人共有。你怎么扯到这上头了？这井祖上就是刘家的，现在是刘家的，永远都是刘家的，我们家的。周王氏，谁不知道你磨豆腐用的就是内眼水井的水啊？周吉祥，谁不知道你那三亩青青的用的是刘家的水呀？要不早就变成稻草了。大郎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快拿主意啊！我拿主意！听我的，我做主，都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分家，分家！家里的房子，家里的地，家里的银子，还有水井，都是我的！不公平，这不公平吧？这是人家的家事，你搭什么茬啊？牛郎啊！你哥是老大，理当承继家里的家当，你没意见吧？一点都不留给牛郎，这是说不过去的。少管闲事！我看见不平的事，我就得说话。你，周吉祥，你是义庄之主啊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就不说话了？好，我说，依我之见呀，这个水井啊，应该归大家。你有什么？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，什么对公啊？这是我们老刘家的水井。对什么对啊？这是我们家的水井，就是我们家的。大家跟我一起去分水井。哎，老丈人，你看看，你干嘛让他说话呀？哎，丈母娘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这水井是我们老刘家祖传的，是我爹留给我一个人的。快，这钱包算谁的啊？我是庄主，水井应该由我统管。不行，一家一天轮流管，轮流管，一家一天，轮流管。让开！一家一天。让开！哎，你们这是明抢啊！周王氏，不要血口喷人吧。周吉祥，你想抢刘家的水井，别做梦了。大郎，别愣着了，赶紧的呀！他们又要抢咱们的水井了。你躲开吧，你！躲开！别说了，瞅瞅你们这个样子，啊，还有人情味没有啊？刘老儿刚死，尸骨未寒呐，你们就来抢人家的家产，啊，不怕天谴呐？天谴？你说什么呢？老天爷生气了，这真是太无情了，人心怎么能这么狠呢？哎，这些啊，就是人世间的世态炎凉。原本我还以为只有天庭寂寞无情，人世间青山绿水，一派温情。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们会是黑白不变，是非不分的。我真的好想教训一下那个大郎，还有凤凰，以及市里的周汪氏，另外还有那个贪心的周吉祥。其实，在人间有句俗语叫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各家都有各家愁。可他们都是一家人呢。兄弟相残，父子反目，夫妻相害，这样的事情在人间比比皆是。我不能看着牛郎哥被欺负。你是仙，他是人，你能怎么样？我要帮他。有些事情你帮不了他。为什么？我的父王曾经跟我说过，神只能尽量做好自己的本分，造福人类，但是不可以直接干涉人世间的事。反正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其实啊，你多走走，多看看，慢慢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人情世故。
去看看中原的大好河山，心中就能容纳天下。哎，你不是想和我去淮水吗？这一路上你就能看到了。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。你真的要待在这儿？嗯，我已经答应小青娘要替她赶步，也答应牛郎哥要每天陪她送水。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，我走不开。那好，在我走之前，我有一言相告。你初下凡间，千万不要涉足太深，否则终将受其害。啊，对了，在人间，你绝不能随便动用神力，明白吗？那就用一下。哼，你呀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夏哥哥。嗯，那你好好保重，我走了。你们刘家的事儿啊，得当机立断，不能拖，夜长梦多。知道了。哎呦，娘是为你好。这老头子已经死了，大郎就是一家之主，所有事儿都得听你的啊。先把钱柜的钥匙藏起来啊，还有那个……娘，你烦不烦啊？地契房契也得攥在手里呀、啊。你。不好了！
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都别乱吵乱跑了。钱和房契，还有地契，都让凤凰藏起来了。那怎么行？这件事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。庸俗的人永远都贪婪，牛郎和他们不一样，就算他什么也分不着，也不一定不幸福。没得吃就没幸福，所以你们就没完没了的满地找垃圾。你不会吃，就是比你品德高。我认为两口子的事最幸福，所以你就整天的村里村外的找母狗。你这小模小样的懂什么？你倒是懂，跟谁都行，也不怕得病。瞅我四位夫人全是明媒正娶。你们俩见面就吵，真烦。其实啊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真的不忍心你受苦。哎，只要你说一句心里话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绝对不说一个不字。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嘛？嫂子，我不是你嫂子。你对着老天爷说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有。我心里面有以前的凤凰，那个天真可爱、俏皮的凤凰，而不是现在自私狠心的凤凰。我是变了，变得没有人性了。可是这都是你逼的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我会改变，这都在你啊。凤凰，我一直把你看成好朋友，现在你是我嫂子了，我应该更尊敬你。说实在话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是思音，看来你都知道了，我是个死心眼儿，一旦有了心上人，一辈子都不会变。你让我说的，我都说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嫂子，哎呀，嫂子，你这。
大郎！老婆，老婆，兰儿，兰儿，哥，你欺负你嫂子是吗？哥，你听我说，你敢欺负你嫂子，哥，我教训你，我，你听我说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你欺负你嫂子，我，哎，听我说。出我们家，大郎，凤凰，你们不能这么着把牛郎轰走啊！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多少给点，传出去不好看啊。你说吧，要什么？我叫牛哥，其他什么都不要。行，给你牛哥。不行，牛哥不给。那，对，牛哥不给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什么？我事先跟你说好的，你忘了？对了，还有。我成亲以前这个家是我的，现在我成亲了，那这个家就更是我的。老二，你就永远不要回这个家了。大郎，你不能这么对待牛郎啊！牛郎是你的亲兄弟，知道吗？你不能把事情做绝了，不能无情无义。爹，还有你凤凰，啊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你们不能这样对待牛郎啊！爹，这里没有你的事儿，我只是刘家的媳妇儿，我说了也不算。你这不是这？哎呦，老头子，你怎么把咱闺女往里扯呀？他全变了，变得跟你一样。都别说了，我走，我早就想搬走了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牛郎，你不能走。你也想过没有啊？你现在没活干了，没吃的了，没住的了，没穿的了，你一个人怎么生活呀，孩子？大伯，我有一双手。饿不死。太不公平了！太不公平了！这么说，这样吧，大郎，你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。牛郎好歹也是你的亲兄弟啊，以后还在咱们家干送水的活，在咱们家吃饭。这可不行，不让他送，你送啊？哦，饿。听你的，各位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这下总可以了吧？啊！哎呦，牛哥，牛哥，我走了，以后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记得别喝晚上积下的水，太凉，得放一阵子。你的胃不好，不能受凉，等水放温了才能喝。我不在，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。
牛哥，哎，你这一大早就把我吵醒，你干活就不会轻点吗？还有那只死牛，那么大声音啊，你成心是不是啊？对不起。站住！你还好像受委屈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凤凰可不是好惹的，你不许偷懒儿，我时刻都会盯着你的，给我老实干活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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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后腰啊，哎呦，老婆，这怎么了？你这是，哎呦，我的后腰，老二在拿牛顶我的后腰，哎呦，老二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老欺负你嫂子？哎，我告诉你小子，你以前你是我二弟，现在你是我们家的长工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媳妇儿，我，你等着吧你。哎呦，老婆，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哎，慢点慢点啊，哎哎。嫂大娘，嫂大娘，嫂大娘，牛哥，吃饱饱的才会有劲儿啊！喂，给你的饭，拿来快走！我把牛哥喂饱了，我就走。不行，我要锁门，快走！牛哥多吃点儿。哎，我说你走不走啊？快点快走！给，多吃点儿，牛哥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晚上记得给牛哥喂夜草。玩够了，这得回来了。行啊，刚有点钱，你就又是赌又是喝的，
钱输光了吧？没用的废物，去去去，先去给牛哥喂夜草去，然后睡在外屋，别脏了我的床。喂，哼。睡牛棚，嗯，你看着我。看着我。你敢看不起我？看不起我？你小老二是吧？我让你看不起我。我让你看不起我，我让你喜欢老二，我让你喜欢老二。打成这样的，对了，药。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看看牛哥，你们每天晚上一定要给他喂一次夜草，要不一掉膘，干活就没劲儿了。哎，还有啊，他虽然是一头牛，但是老苦功高，对他好点儿。这又不是你家牛，也不是你的牛，你管不着。哎，我这是好意啊。你对牛比对人还好。凤凰，我不想跟你争，但你也不要太过分了。虽然它是一头不会说话的牲口，但也通人性，你们不能欺负它。你疼牛都不疼我，原来你不是无情啊，只是对我无情，我还不如一头牲口。嫂子，你好多事情都误会我了，我早就想好好找你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我告诉你，谁要是对不起我，我就记恨谁一辈子。
着牛哥受罪，而且不止牛哥，我们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那天他还拿着刀要砍我的头，好在我跑得快。我们要救牛哥，要救自己。来福，你快说说牛郎现在怎么样了？牛郎想牛哥，想你们，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我就是来和你们商量，总得想个办法。干脆我们跑到你们那里去，不给他家圣诞打鸣了。我倒有个办法。好了，现在大家跟我走吧。跑哪儿去了？你说找了这么天也没找着啊！牛哥，这鸡也丢了，牛也丢了，狗也没了。来福，还说狗能看家呢，看个屁家！那么大头牛要是能早找着了，肯定是被人偷了。哎呀，我说你别废话了，行不行？还不赶紧找！哎。原来都在这儿啊！好啊，原来我们家的牲口全到你这儿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啊，不用他解释，啊，这就叫偷！大哥大嫂，你们别冤枉人，听我说呀！你有什么可说的？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不就是觉得我和你嫂子对你不好，你想报复一下，所以你干出这种没有廉耻的事来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啊，真没有。没有什么呀，你甭抵赖了，人赃并获啊！跟我走，去伺候。哎，走啊，去死啊，走！哼，乡亲们，大伙儿给评评理，
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的亲弟弟呀、啊！昨天晚上放火把我们家房子烧了，把牛棚烧了，把这些牲口全迁到他那儿去了。堂叔，您是庄主，您得给我们评个理呀、啊！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不，这种事儿，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。牛郎啊，你应该把牲畜还给大郎。大家听我说一句，听你说什么呀？啊，你还不是抵赖？堂叔，这光把牲口还我们可不行，这太便宜他了。他得赔我们修房子的钱，修牛棚的钱，修路的钱，还有那个救火用的水钱啊，他都得赔。炊烟起，清风吹不已。天尽头啊，有个你，一生只爱这一次。天尽头啊，长相依，悲欢只为你。